有品，有味，有沉醉。大家好，感谢各位来到沉醉捧场。最初的酒啊，就是果实落到地上，经过发酵出来的。古代的酒啊，都是用果实或者粮食所酿造的，甚至到了如今的啤酒，大多数啊，还是用小麦酿造的。您知道哪些粮食是可以酿造酒的吗？今天我们沉醉就跟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古代的文献研究表明啊，早期的劳动人民种植粮食的目的啊，就是用于酿酒，并非作为吃饭充饥的食物。哎，这个奇怪。因此啊，白酒文化在古代就已经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啊，越来越多的谷类物质被用于酿酒使用，有高粱、大米、糯米、豌豆、玉米、小麦、大麦、芥麦，甚至黍、马铃薯都被用作酿酒的原料。而经过长时间的酿酒总结啊，后来人们发现白谷齐酿的方法并非适用，最终能够胜出的是酿酒粮食中被誉为酿酒皇帝的高粱。由于高粱中啊，它淀粉含量比较多，果实结构非常适合于酿酒，因此被选择中国白酒酿造的最佳原材料。到了以后啊，不同地区最著名的优质白酒开始不约而同的使用高粱作为酿酒的主粮。而到了现代，酿酒技术啊迅速的发展，让高粱作为酿酒粮食这一独领风骚的局面呢开始改变。目前的什么玉米啊、大米啊，都已变成了酿酒首选材料。其中呢，这个小米糙、糯米绵、大米净、玉米甜、高粱香的特点被人们广泛的熟知。我们知道啊，富含淀粉的粮食作物均可用来酿造白酒，但是为什么酿出酒的口感会存在差别呢？道理其实比较简单，因为不同粮食各种成分含量的配比是不同的，而酿造酒的风味差异呢很大。说到这啊，我们还应该记住那句老话，曲是酒之骨，粮是酒之肉。